该怎么形容这个轮椅的？哦，这是我们轮椅界的 BMW 啊。怎么说？这个价钱非常昂贵。特制的轮椅。对对对对。它是为了国标舞而设计的。对，为了跳舞。对，副队长，副队长，听说啊，你心里很不平衡，你有一对。这个健康的双胞胎的哥哥还是弟弟，你是双胞胎对不对？对对对，是哥哥还是弟弟？哥哥，哥哥，他哥哥是体育健将，对，还是体育老师？对对对，怎么跟你完全一个不一样的一个状况？怎么会这样？你的遭遇是怎么样？我们就是小时候刚好我们。我就赶流行嘛，就跟人家得到小麻痹嘛。哎呦，故意赶流行的，真是不好意思。几岁的时候啊？我两岁的时候就跟着流行的，就进到小儿麻痹。哥哥没事。哥哥没事。不要，所以有时候呼吁大家不要那么赶时髦。那你跟哥哥这个情况遭遇不一样，是同月同日生啊。完了以后遭遇不一样。命运完全不一样。那你会不会心里有的时候会？会不会怨天尤人啊？有点生气，有一点，有一点，有点，不是一点而已，很大点，那一点是很大点。对，从小就是一直，反正他能够，他常常上台领奖什么什么，要当什么，假如什么纠察队，他就当队长。他可以到女生教室去巡逻。你也不可以到女生教室吗？不可以，我们有男女分班啊。可是他，假如他当队长的话，他就有资格去巡逻，怎样什么，他都可以。反正蛮风头蛮健的。那我们就是蛮自卑的，就是什么都不敢，什么的，就越来越封闭。那你怎么走出来的？对啊，你现在完全不一样。我没有走出来，现在很耍宝。你现在还封闭吗？你现在很耍宝哎。今天有三个美女在这里陪你呢。那是心态，可是我是在节目上了，再下来我就不一样了。大家都说你没形象了，怎么可能？不是这样子，不是你们所想象的。我真的我下了舞台之后，你就不在家里，我就比较不喜欢。很闷呐。就是你像我比赛的，我表演的录影带什么，我就也不想去看它。为什么？因为那好像不是我。你是说你台上台下判若两人？对对对，对对对，应该是这样讲。但是你也很努力啊，你当初还去学什么篮球、国标舞啊，什么都有学，不是吗？就是运动啊，那是只是我，就是跟我哥哥一样，他是运动嘛，我就是有运动细胞，就想运动而已。他运动就有一阵子就没有运动，就是太老了，篮球打不动了。所以你一开始是练那个轮椅篮球嘛？对，以前我是打篮球的。听说你是在学校里面工作？对，我在当校工，当很多年。我跟他们讲，我都是在教育界服务的。在教育界，教育界，在教育界为莘莘学子和至圣先师们服务。你打扫的工作？打扫跟一般人一样，我们有分外勤单位。我是属于外勤的。我们外勤又分成扫地班、跟割草、跟技术那种。可是我们是扫地班的。而且扫地班是我在带的，我是当班长在带他们。你还是当班长了吗？你看，对嘛，也不错吧，有领导权。对呀。所以我是在教育界服务的，是是是是。那你一开始为什么会去学这个国标舞呢？我就是因为篮球没打，然后就一直发福，80公斤，我吓死了。所以想减肥，找一个运动要来运动。还好有我们协会，他就是有办这种轮椅舞。一开始是轮椅舞，第一次去又回去，第二次去看一看，人家都来了，下来了。还是不敢，又回去。第三次铁了心肠，好去。我去了，然后回去跟我老婆，我老婆说你去哪里？我说我去跳舞啊。她说那有可能？他们也不相信，我老婆也不相信。就像我的朋友，我现在跳舞，假如我朋友看到，我跟他讲，他们还有的还不相信我在跳。这是你吗？大家都这种反应，对不对？对对对。那你们的志工啊，跟男生表演的时候，一定是女生，是不是？一定要一个男的，一个女的表演。对对对对。那像心如，你一定是男生陪你喽。对，男生陪你，男生是不是比女生灵活一点？我觉得是女生比较灵活。真的？真的。可是男生比较有力。男生比较有力气。对，像你们在练习的时候，我发现你们的手啊，一定用的力量会特别的大，而且小动作、舞姿都特别的多，这都需要舞蹈老师给你们特别的指导吧？对，就是老师会就是指导我们说，身体啊、手啊，
然后还有就是甚至你的表情啊要妩媚啊，然后性感啊 sexy 啊，然后不要就是上场就只有脸就这样，那就表情很重要，对不对？然后要就是对观众放电，让他们感觉到，你刚一直在放电，我们都感受到了，对，要感觉到，对我们观众放电。这个对我们国情的这方面都比较困难。李学长，我们其实圆梦舞集里面有很多的志工，对不对？那我们现在包含志工，还有包括我们的队员，有多少人啊？我们现在轮椅的队员有九个，九队。然后我们的志工现在是六个，两个志工的站立者是六个，六个，对。所以他们需要非常有心来陪伴练习，对不对？他们都没有无底职的，那都是义务职工嘛，对。所以让人感觉温馨的还是我们的老师陈义廷老师，对，当然是特别感谢我们陈义廷老师了。今天这几年有他的带领之下。我们的轮椅舞才能够在云林县，才能在我们台湾，我们各世界发光发热啦。全台湾只有云林有这个，不止也有各县市也有啦。但是我们林市长比较有心，没有推广到我们，没有是陈玉婷老师比较有心，真的他付出太多了，已经好几年。当然老师很有心呐，啊，我们的队员也很快乐在学习，很用心的在学习，今天我们才能够站在这个舞台上嘛。跟人家相比，那我们陈老师没有到现场，可是他录了一段 VCR 要来鼓励我们的队员，赶快来看一看好不好？来看一看喽。我觉得，比较开心的就是他们站在上舞台的时候，他们表现出来不是我是身心障碍者，他们表现出来是让我看到就是自信，要带给观众快乐。带给观众，有任何一个观众很喜欢看我们跳舞的那种感觉。他们因为表演的层次感以及上舞台的那一种场面都是越来越大，但是我是要求他们说，既然们已经大家现在都跳得这么快乐，然后我们的水准一直在提高，我就希望说他们不要给观众失望，不要每一次让观众看到都是这样的等级，希望他们可以再更上一层楼。所以你们为了要感谢我们理事长，还有我们的陈老师，特地有准备一道菜，对不对？对。是什么？鱼。年年有余。年年有余。年年有余，快过年了，对不对？做大厨。大厨。我们是我的希望是鱼，鱼就是代表年年有余。我希望他们一些帮助我们的圆这个梦的人。能够年年有余多余的能力，再来帮助我们，再帮助更多的朋友，让他们圆更多的梦，这样子。哦，太好了，赶快到厨房去吧，来一起走吧。今天要做什么菜啊？红烧鱼。红烧鱼，那你们三个要怎么分工啊？主厨不容易做的哦。对。人家说家里要娶媳妇儿啊，要她先做一道菜，就做鱼。为什么？哎，鱼煎得好，这个媳妇儿呢就是会做家事。什么？你会不会？可是现在都是男生做家事啊。时代不一样啊。对啊，家里都是你在做家事，对不对？你现在是把盐放在鱼的里面。对，我先稍微腌一下。腌一下。哎，等下才有。腌一下。先生，那你在家里面是你太太做还是你做？结婚之前都是我做，结婚之后我就不做了。你把菜变到手就不做了。你不是新好男人，都家里面都要你做。我们新竹那边在切什么？那个蒜头。蒜头。先生，你煎这个鱼会不会粘锅？这个，假如以我的手艺的话，应该是不会。啊，锅子的问题吧。锅子的问题吗？是厨艺的问题还是锅子的问题？我跟你讲，睡不好觉就怪床歪就对了啊。煎鱼了。好。我要大一点吗？拿过来。哦，这样子啊！哎呦，你要吓死人哦！这样我挺担心他会粘锅哎，皮会不会那个破皮啊？会不会？他是怕油溅出来。对，我这个一文贵的啊。队长以前有当过理事长哈？对，我有当。当理事长的甘苦，也是什么比较困难的问题？因为协会。是在这个县是蛮大的协会，那常常有活动，所以就要上台啊讲话，那表达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障碍。可是我觉得你现在表达得很好啊，就是有这个协会的平台让我常常有机会讲接触，因为学跳舞之后比较开放，比较有自信，对不对？学舞以后更好。太好了。那心如，你们去了好几个国家嘛，哪一个国家最好？我觉得日本，日本啊，对，
因为他们其实无障碍设施都已经做得非常的完善，他们整个斜坡道什么都做得很好，不像我们有的是用木板，有没有临时搭起来，那个高度太高了，其实轮椅根本就推不上去。那除了硬体之外，软体方面呢？我觉得印象很深刻，有一个那个站务的先生，他从我们进那个捷运的时候，他就一直跟着我们，就是虽然我们语言不通，可是他会一直就是从旁协助我们，对，指引，指引，没有，不会，指引，他就指引，就是我们完全是用语，就是用肢体。用笑容来沟通，会觉得很亲切，对，宾至如归。所以有的时候，志工或者是一般的老百姓碰到外宾来国外的朋友，他们需要我们帮助的时候，我们应该释出善意，给他们一些协助。对，主动的，然后以笑容。其实很多时候语言不通没有关系，可是我觉得笑容可以代表一切。对，你讲得很好。这个要放辣椒了，那个火要不要再加一点？加大还是要加水？这个你现在是在纠正主厨吗？没有，我在请教，我在学习。放点酒，好去腥味。你们通常是三年出去表演一次，是不是？不是，我们三年会有一个成果展。是到国外去吗？没有，在就是也在云林。欢迎大家到云林来玩。我们这边鱼已经煎好了，好了，好了，来，好，吃大陪小。漂亮吧？漂亮，很漂亮。真的很漂亮，就是还有，所以它冲还是有一点残缺美啊，尾巴掉了。他做这一条鱼，为了感谢，还可以把它接上去，是所有的帮助过我们，也谢谢理事长，对不对？对，我们更盼望很多志工们能够多加入这个团体，在云林地区，不论你是跟他们一起来跳舞也好，给他们一些协助也好，让这个团体呢。更日渐蓬勃发展起来，是为国争光。谢谢。好，我们这边红烧鱼已经完成了，已经成排了。好，我们上菜。